医院急诊室救护车从早到晚进进出出，而这之中除了重伤者之外，还有部分是轻伤的。不过人力就已经短缺了，这也让不少医护人员直呼吃不消，会大量病人塞在急诊，甚至我觉得将来会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变人球，因为每个急诊都没办法收了，因为没有护理师。更严重的是，现在的大学护理系的报到率只剩下80%。像这样的医病状况，最近就时常上演。日前，亚东医院急诊主治医师朱胜恩就发文说，急诊做重症护理，人力是关键。以美国的标准，一个病患需要有两个护理师照护，但台湾目前却只花1/10的人力和1/3的薪水。这些护理师每个月月薪4-5万。还得常常轮值夜班，而这一部分也和目前健保状况有关，价格便宜到比公庙问世还不如。卡到医疗2000块，晚上他写晚上急诊加600，所以他们也把它当作一个诊疗，你知道吗？摊开台南知名公庙玄武潭这张服务价目表，最便宜的是300元宠物光明灯，最贵的则是和往生者沟通，一次就要20000。若是单日信众多，那么收入是否比医护人员单月薪资来得高？物理治疗师是近年较热门的工作职缺，但仍面临缺工问题，甚至也有部分毕业生不愿意投入医院、诊所、社福机构。医院的话，就是4-5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社福机构的话，它可能开出来都在3万多到4万出头。一个人要负担的病人实在太多，若是自行开业，时间自由也相对好赚。说到底，国内医疗工作环境越来越辛苦，若不再从根本改善，那么有再大的热忱恐怕都会被消磨殆尽。东森新闻陆志杰、崔欢台北报道。